哇，死给！啊，木生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做 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老头来玩这一款 Steam 上面呢，刚出的一款游戏哦，叫做《纸箱生存》。目前呢，只有英文版啊，现在是抢先体验，大概售价318块的样子吧，没有记错的话吧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还蛮吸引到老头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瓦楞纸。所呈现的，你们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小一个人，他的手啊，就像瓦楞纸做出来的，有没有？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瓦楞纸做出来的。我觉得这个很像麦块啊，但是我觉得比麦块又更不太一样，是就是瓦楞纸啊，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瓦楞纸。那建造方面跟生存方面长什么样子呢？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然后呢，老头刚刚稍微有进去看一下哦，他刚开始创人物的时候超特别的。他可以用那个滑鼠去移动你这个脸，去裁切你想要你的人物长什么样子哦。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老头创完人物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创第二只了。那之后可不可以哦？可不可以再重新捏脸的话，这个就不得而知。以后可能有可能哦，以后有可能。那么未来呢，这个应该会加入一些语言，新的语言不会只有英文。我猜应该还是会加中文在里面啊，只是迟早的问题啊。哦，这一定会有中文的。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们就写信给官方吧。不会怎么样。你以为我要说什么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好啦，不管了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就先开始游戏哈。来来来，先进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了。那你会看到这周围的世界呢，全部都是瓦楞纸，连那个云啊都是瓦楞纸，连树啦都是瓦楞纸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，叙普特是跑步哦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右下角那个绿色的这个能量条，好像是我们这个跑步的能量条。然后呢，左边是我们的血量。然后有办法看第三人称啊？这游戏能第三人称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右边上面写新手教学，按 J 哦，看一下按 J 是什么意思？他这边说什么？收集你的奖赏。就是说收集一块木头，制作一个木头，要叫我制作一个铲子出来。然后呢，这是任务吗？任务的意思吗？使用右键收集。我们获得了一个铲子，右键可以挖土。死给！左键跟右键有什么差、啊？都一样啊。挖了一个右键呢，感觉右键挖比较快、欸，没有，右键挖比较浅，是不是？右键挖比较浅呢、欸，他左键是直接给你挖三格、欸，为什么左键跟右键要分深浅？我不懂。不管了，总而言之，他这个挖了一个圆圈，然后呢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，用手或者是用什么？我们用手踩看看，可以踩到什么？欢迎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果实？这果实可不可以吃啊？那果实不能拿在手上哦，用这个挖树，这叫斧头来，我们看一下可以干嘛？继续挖。他说要我们挖什么东西？下一个树收集木材，我们现在是要收集一个木头，是不是？那木头我们要做斧。斧头需要什么材料？树丛跟这个算是木板的那种意思。拿铲子，你说可以用手去打啦。对对对，用手去挖这个木头。我突然放开要重挖了。挖了一片一片这样子，挖得掉吗？重点，它怎么又长出来了？挖不掉啊！这边侧面再挖一个。它这个挖是有顺序的，是不是？沿着这个边缘挖、啊，这是失败的意思吗？这是破图吧？怎么突然又恢复原状了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刚刚那个应该是算是破图啊，木头，木头，木头。有木头，木头了，快跑！那个应该打不赢吧？按 J 我们做了，可以做木板。
做一下我的木板啊，这可以拿来做我们的这个茅草。哎、欸，哦，可以做了啦，上面已经显示出来了，做一把斧头。我、哦、还要这样自己画哦，这么酷哦，还可以做自己想要的造型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不可以重来啊？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自己设计耶 ？Oh my god！ 好酷哦！斧头的样子可以自己设计啊！哇，死给！啊，木生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木生的话，这边要一个，要一个握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应该要弯这里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好，往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这一边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。中间细一点没有关系啊，随便啦、啊，哇，生出来了，在哪里？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，拿在手上。酒，酒在哪里？我自己做的，死给！我、哦、砍这个快多了，天哪、啊！哇，有斧头就是不一样，乱做一通。这个运用到自己巧妙的这个绘图能力啊，一棵树轻而易举就完成了。哇，剪好剪满，然后这个要做钩子哦。我们这边还可以做些什么？什么什么弓箭要怎么做？需要这个纤维，纤维就是柴草啊。哎，我们可以先做，我们可以先做我们的弓箭哦，自我防卫一下哦。怎么做啊？花乌龟，它会不会攻击我？哎、欸，你好，嗨，哇 ，What the fuck？Oh my god，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救命！哎、欸，你这看起来就很和蔼可亲的，跑掉跑掉了，我靠，也太凶残了吧！做一把弓箭。哇，这个要考验自己的绘图能力的。美丽圣洁弓箭，很可惜它这个有限制啊。这个真的会手滑、啊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好了好了，随便啦，青菜青菜。好不好？青菜，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做箭矢的。我们可以做个六支箭矢，应该就不需要我们那么鼓鼓摸摸。对，箭矢应该就没有这么鼓鼓摸摸了吧？不然那箭矢实在太鼓摸了。放一下箭矢、铲子、果实，哎，果实放这里。哦耶，我们有箭矢了。小时候看会杀一只熊子，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洞窟，好酷哦！这边有个洞穴，这是纯天然的、啊，什么声音 ？Oh my god！ 哇，这是天黑啊、欸？没有，走下去就暗迷蒙。做个火把，哎、啊，火把就随便的啦。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跟你在那边。发挥你的创造力啊，根本就在浪费你的时间吧。这样子呢？嗯？这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哦 ，Holy crap！ 我揍人哦！哎、欸，我的箭矢。现在是半夜吗？快要晚上了，拿火把烤它，干什么东西？我揍人哦！哇，这血有三百多滴。哎、欸，没打到。那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怎么感觉有点累格啊？没关系，撑得住。
射一下，弓箭伤还比较高，妈射死你！快吧快吧，他的箭矢还捡得回来，他这有点累格啊！死吧你！有有有！哦，结束了，拿到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花掉了一堆箭矢。天哪、啊，我拿到什么东西啊？这像蜜花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粉质？神奇，感觉好像制作道具的一个物质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皮革吧？这是算皮革啊？食物可以补充饥饿，那直接送一块肉这样子。我后面还有好多东西哦，没什么太大的苛求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了，没什么特别要求的，能用就好了。好了，嘿嘿，超级练功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、欸，前面是什么？哇塞，会飞的恶魔 ！Oh my god， 哥布林，居然是！哥布林将，哥布林将，他卡住了不动了。我的箭矢够不够？我开始担心了。我们刚刚做其实只做六只，你知道吗？肚子饿了。越级打怪，嫩。拿到什么？哥布林的肉，哥布林的肉，零。补血，不是补血，肚子饿啊、哦，吃个肉。他这个好像只要顾到那个就好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哥布林走开，哥布林走开，我揍人哦 ！Oh my gosh， 可以啊，还好还好，这个弓箭箭矢一次做十支，完了，我该不会整个时段都在越引越多只，完了！我已经看到我人生跑马灯跑一轮了，而且我突然发觉啊，他们好像追不到我，我是不是觉得其实也还好嘛，不用看到什么人生跑马灯了，跟他们耗时间而已啊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跟他们耗时间，杀了一只。好家在他们追不到我，还蛮爽的啊。谁呢？嗯，另外一只也挂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们叠在一起了，他们重叠在一起了。而且这是网路内格吧？为什么被射到之后，后面那个判定伤害好慢哦、喔？有慢到哎、欸。能，我们记得我没开伺服器啊，怎么感觉还是卡卡的这样子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已经白天了，万岁！捡捡捡，十字弓，来，我们快点去找一下哦，前面有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啊，如果我要修我的弓呢，要怎么修？右键。这个做了，这个不能现场修哦，不能像方舟一样直接修吗？这下面要割啦，随便。健身啊，健身就长这样就好了，不用自己改，不用自己改。来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做好放哪里？放这里。然后箭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四个之后后面开始就要哦，板子不够是不是？可以拿那个一般木头去做替换了、哦，不够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它会直接这样装箭矢吗？难道说它是不一样的？还有分哦？怎么会这样子？
而且我觉得他所需要的材料，这个没倍率的情况之下，也不是很好做呢。你看这个做一个，哦，地基也可以自己画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画的是要怎么盖啊？你可以告诉我这个画的是要怎么做吗？啊呢？哎，我是要被打了。我靠，这个直接挖个空心是吧？干老师嘞，我真是受够了这游戏。你可不可以就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？狗儿，这个游戏可不可以驯服啊？我们养一只狗算了，好不好？让我安稳的生活，行不？掉了一块肉，爽品哦。我觉得我这边可以。好，盖了一个。然后呢？轰！这就是我家，我家怎么那么可怜？来看一下送什么？哦，送三个地基给我，哎，佛心啊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那个才是地基？我盖错了？这是什么？阿兹，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玩起来这个材料收集需要很浓哦，我个人觉得真的需要很浓哦。如果他之后可以调那个材料收集的倍率啊，我是觉得会不错啦，会比较好一点啦。目前大概就先这样子好了吧，我觉得就是稍微一个体验哦，也没有玩得非常的深入啊。等到如果觉得时机成熟了，中文出了。哦，觉得可以回来玩了，老头会回来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如果你们自己喜欢，自己去买啊、哦，不要问我要不要钱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试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好、哦，这一集这个系列会不会继续下去呢？哦、我们之后再说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